对不起。半城市这种喜不喜欢？我觉得这倒他喜欢哦。对，而且现在对，而且他红利现在就是还没开始。杭州不都是网红吗？没帅哥，你们对网红有什么偏见吧？我就喜欢那种小奶狗。样子是小奶狗，但是性格就是比较成熟懂事的那种。嗯，小来哥挺帅的。还要性格的好吧？我狗。他真是。我在说嘛，你们可以靠小事情变现。第二，小来哥挺帅的。你们老说同龄人干嘛？同龄人跟我们有啥关系吗？那个裙子，我不记得了。哎，那个男的是猪猪的朋友。
是哎，给我拿个新的碗跟那个呗。你应该知道的吧？那你给我看看啊，对，看照片我应该知道。
我俩本来是他来我房间睡了，然后睡着睡着他先睡着了，结果这姐开始打呼噜，然后我就把他叫醒，我说你打呼，他被我叫醒之后跑回自己房间睡去了。因为太累了呀，家人们，我都不知道。圆圆脸真的巨小，特别小。我给他叫醒了，我怕他发飙，但我真睡不着。睡的，我抱着吴磊睡得好好的，他把我叫起来。然后十一十二点吃完饭，十二点就把他醒了。哎，你的那个，我至少还没炸过呀。左边你，左边是他还是我呀？你应该录视频发抖音，你真的是个老铁啊！我在杭州，我在杭州的作息是这样，我是在这起来，我晚上从这回去打一起来的早，然后睡觉晚上又去。我以前不是，我以前早上十点钟起，现在这么晚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没有啊，没在四零四呢。那我醒了，我就不知道干嘛。四零四今天开的吗？午饭吃的，我这也没帮我吃。吃完午饭，你不是累死了？你开，这玩心这么重啊？妈，这么重！这个人玩心太重了，真的，家人们。我上海开一下回来。我已经开了一下。你早点玩吧。